今天就是 Meet Larry 的宠物展喔。 Level Tree 这里就是入口啦，不要讲我没告诉你啊， Fucking 在壮剧非常靠近。我到的时间是5点多，所以没有那么多人排队买票，不到5分钟就进去了。不过这个狗狗好像迫不及待要出来了嘞，一张5块钱的票还是厚厚一本优惠券，这样的人才比较适合慢慢走走逛逛。去年的宠物展太多人了，被挤来挤去都不能好好逛街，在这边还能顺便观赏别人的狗狗和猫猫，我就不敢带啦，怕等下它抓到我们身上嘞。听说这次的宠物展总共有250以上的档口哦，而且有超过500个品牌啊。这个就是鼎鼎大名的阿福猫抓板，虽然我家也是用这，但是我还有货啦，买三送一超值得的嘞。去年的 Expo 好像没有这一只猫偶嘞，拍不完啊，实在是太多了，你们自己来看啦。除了宠物的用品和食物，也有卖发型类的小可爱们。哇塞，这次还有小游戏，可以捞金鱼，也可以买金鱼哦。嗯、还有那 Hamster 的跑步机、不是只有干粮零食而已，这里还有卖狗狗猫猫的衣服和配饰嘞。不过我今天是奔着5斤猫砂和它的肌肉冻干来的，因为我的猫非常需要这两样东西，买三送一我还等什么？而且其中一张优惠券就是第一包零食冻干是原价，然后第二包只需要1块钱呢。哈哈，我看到他们送我零食了，不是我的零食，是我的猫的零食。你敢信我搬了16包的猫砂回家？因为他们只有在猫展的时候才会扣到那么多。